何谓老饼？这是荣获府城十大伴手礼的人气糕点，包有荷兰乳酪和台湾麻薯的内馅，光闻到浓浓香味就让人神魂颠倒， Q 弹的让人爱不释手。此外，胜利糕饼店还有招牌牛舌饼、鲜奶芙蓉、北海道芙蓉阁等在地甜点，不论是当作伴手礼或自行享受都相当合适。最新研发的雪月金沙则瞬间成为了人气商品，藏有甜而不腻的金沙内馅，在金枣的包裹下酸甜回甘，让人一口接着一口。